新闻中心欢迎年度演唱组合慢慢说乐团。嗨，我们先来拍照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两位是情侣，待会可以做一些情侣的动作。If you want， 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两位中间先，中间，对，中间，中间的位置付很多钱的，中间，对。好，两位看看您的左边。再看看中间，再看看您的右边，你们两个可以吻一下吗？明天报纸会更大张。嗯，那就红啊。啊，这样也要转？你们还是人吗？啊，什么舌头乱讲？好，左边。你以为是婚礼吗？我们请将麦克风交给慢慢说。台上人仰马翻又紧张，不如这样子，吸一口气，再说，慢慢说，自己这次得奖感言，请说。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奖。那我们在台上其实百感交集，因为我们其实做音乐做了蛮久一段时间，然后直到我们的经纪公司 Amuse。亚莫斯娱乐，然后相信我们，发现我们，然后愿意投资我们做专辑，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站在这边的东西。所以真的非常谢谢 Amuse 亚莫斯娱乐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你们辛苦了。对，而且我们也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父母，然后让我们可以这么任性的做音乐，然后成为我们的支柱。我妈妈今天也有来，不知道她有没有哭？她应该哭翻了吧？对对。然后还要谢谢我们的制作人建奇老师，何大伟老师，给我们很多的空间，让我们做我们很喜欢的音乐。对，恭喜慢慢说，谢谢。谢谢。有没有问题想请教慢慢说呢？好，我们旁边有。那我们待会旁边慢慢聊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金曲奖你了，我的麦克风我管。对对对，谢谢。恭喜慢慢说。